仔细看，重庆这群有着正能量、有着热血的小伙子，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凸凹不平的山坡上行驶，有的中途摔倒在地，有的划伤身体，但他们依然倒了再次爬起来，开着破旧的摩托车一次又一次，把消防员急需的物品送到灭火的前线。看到这些画面，年轻有为的帅伙子不愧为川军之后，有着川军的魂魄，当祖国人民需要他们时，他们放下了安逸幸福的生活，来不及照顾家里的媳妇、孩子和老人，将所有的力量都奉献在了这条山路上。他们不怕苦不怕累，利用高超的车技帮助消防员哥哥把火灭掉，他们作为后勤补给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你们就是我们的英雄，这就是重庆男儿的血性，他们不愧为川军之后，有着川军不怕苦的精神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抗击山火，众志成城，这就是团结的力量，任何困难都打不倒坚强的中国人。